开始啊，那我们请大家啊同心默祷。阿们啊，奉主耶稣圣名啊，请在我们桃小区啊，桃小区野餐啊，野餐的福音日的活动。那我们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第七首，赞美诗第七首。求神啊，亲自带领我们这次的活动啊，在借着这个野餐的活动当中啊，让我们都不管是我们组内的都能够互相连理，得到彼此的造就，还有一些慕道朋友啊，也能够了解我们整个啊教会啊同龄之间的互动。那也借着这个机会啊，跟这个慕道朋友做一个连理互动。那我们在这个活动开始之前，我们来向神祷告。那请大家。那就低头默祷，我们用悟性祷告哈。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创造宇宙万物和我们人类的天父真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桃小区九间教会啊，借这个大溪的河滨公园来举开啊福音野餐日的一个活动。啊，虽然我们今天是小区第一次来办这样的活动，那我们也祈求啊，天父真神啊，能够带领我们啊。我们知道啊，神他是可以掌握一切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所做的，我们是要啊，将我们的福音啊，借着啊这个野餐的活动当中。啊，跟我慕道朋友做个介绍，还有借着这个野餐活动当中，
那我们弟兄姊妹大家都能够彼此能够得到怜悯，得到造就，也借着大家的食物分享来彼此认识，来赞美天上的神。主啊，今天我们大家都有一颗非常高兴非常喜乐的心来参与这次的活动，也祈求真神能够带领我们大家在今天的这个活动当中都能够得到一个不管是属灵属肉方面都能够得到造就都能够得到满足我们在野餐活动当之前，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求主悦纳愿一切荣耀归于天上的神，也愿主耶稣所隐示给我们的福气恩典临到今天来参加的每位弟兄姊妹的身上。我们这样祈求，求神你垂听，哈利路亚，阿们。好，我们谢谢林执事。那这么美好的早晨呢，我们一定是要来动一动的吼。让我们要邀请内力教会的小曙光师班来带大家一起带动跳，来动一动身体。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好，是可爱的小朋友。所以每个教会的小朋友都要认真跳，我们看谁最可爱。好，小心哦。小曙光小朋友呢来带大家动一动，然后我不晓得他们有没有很紧张，但是我跟他们说老师本人是还蛮紧张的了。好，但等一下呢大家就把焦点都看向他们，拜托大家都不要看我，这样子我就比较不会这么紧张。那我们今天呢要来教大家跳那个谢谢耶稣，所以大家就先请看我们小朋友唱跳一遍。好，老师前奏，那如果会唱的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们一起唱。